前面都还好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八强的时候教练就全部只用我们五个打，因为16强或12强的时候，对吧？都还有轮替，都还有轮替，都还有轮替。然后八强的时候，哇，第一场直接五个人就打满了。然后后来教练可能觉得这个组合应该不错。讲简单点，就是为自己在打球。八强啊，四强会觉得好像后面有一群人，就是不能辜负他们的。就是他们都这么挺你，你不能就输球。我开始觉得打球很快乐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就是等于是你要替整个屏东，就是骄傲，去荣耀整个屏东啊。就是简单来讲是这样。未来，然后就是觉得自己会打输别人，那你干嘛来我们学校？你跟别人打，压力一直在别人那里。他们也有可能会轻敌，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对啊，对自己有信心。我们有去文化异地训练，因为他们比较高，所以我们那时候重量训练做很蛮凶的。然后对他们的战术，就是每一个战术该跑哪里，我们那时候演练的时候，就是每天是反复练。然后一直练，就是重量训练练蛮多的，因为高的人可能重心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可能要用下盘跟他们推，才能挤得掉他们。对。三只老虎进来，怎么变三只病猫了？受伤的受伤，打不到球，打不到球。可能我们大三、大四才真的有去替，等于是成为北师大主力这样，然后大家才慢慢去熟悉的。现在打起来了，就开始也是对自己一个鼓励，对自己一个信心。对，